是风云是命坎，男儿当自强。坎坷的路漫长，遥感听只看远方。丹心记在戎马上，护卫乾坤在疆场。万水千山险关恶阵，全当游戏一场。红烛沐浴英雄泪，梦在心中盼朝阳尽难绝。爱恨苍天地胸中装，为苍生共担当。几多春秋，豪情依旧西安邦。一生至诚，为我河山印下光。男儿无泪，血洒沙场恢宏章。无悔当初，但愿天下康。为苍生敢担当。怎么也会有大米啊？这大米啊是从山外买来的，金贵得很呐。我们啊过年才能吃得上一两顿。这么金贵的东西我怎么好意思吃呢？哎，既然叫你吃你就吃啊。那就谢谢您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，光说一句谢是不行的。那让我怎么报答你？先吃饭，吃饱了再说啊。我跑出来时见他们兄弟三人和300多人一起围攻尉迟将军，我看尉迟将军是凶多吉少了。来人，在带孙成将军下去歇息，传医官给他疗伤。是。谢元帅。丁山呐，对这事你是怎么打算的？这帮山贼藐视朝廷，杀我兄弟，抢我军粮，绝对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，即刻出兵救出尉迟青山，踏平云隐山。对，一定要救出青山，夺回粮草，剿灭这帮山贼。不过对此老夫倒有个想法。千岁请明示。我先问你，你父亲有没有将无名十三的指令权交给你？有，当着他们的面交给我的。太好了，灭山贼启用无名十三，他们的速度快而且彻底，随后再派3000人马去接运粮草。对，但要同时出发，无名十三速度快，当大队人马到了，他们也完成了灭贼的任务。就按千岁说的办，这3000人马我想派江湖和小四率领，千岁意下如何？很好，攻关剿贼两不误啊。事不宜迟，我这就召集他们。老先生，你现在应该告诉我，我该如何报答你了吧？好，其实我本姓吴，祖祖辈辈住在山外的村子里，我们一家四口人，我和老伴儿，膝下还有一儿一女，平日本来过得很美满，后来就是因为那雷家三贼。他奸杀了我的女儿，我的孩子和他娘被他们乱刀砍死。幸好我不在家，否则这帮
山贼竟如此惨无人道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呐！本来我都不想活了，我就是想看到他们遭报应的日子，不然我死不瞑目啊！我就在这里栖身，我就是要活到他们报应的那一天。我希望你们朝廷派兵去把他们灭了，这就是我所要的报答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吴老伯。这帮山贼蔑视朝廷，残害百姓，我尉迟青山一定会将他们剿灭得干干净净。太谢谢你们了，我给你磕头了。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山贼是你我共同的敌人，他们理应被剿灭。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如同再生父母，要跪，那也是我给你跪。使不得，不行不行，吴老伯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无亲无靠，孑然一身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晚辈愿意拜吴老伯为义父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老夫求之不得，只是你乃朝廷将军，老夫高攀不起啊。义父在上，请受孩儿尉迟青山一拜。孩儿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，我儿快快请起。义父，孩儿现在正在追随薛元帅西征平叛，等大功告成之日，孩儿一定回来接义父进京，供养您一辈子。孩儿有这份孝心，老夫就心满意足了。至于进京之事，以后再说吧。义父，这里就是云隐山，山上有一伙山贼，为首的是雷虎、雷豹、雷彪三兄弟，贼众千余人，他们残害百姓，藐视朝廷，夺我军粮，你们速速前往绞杀匪首，一个不留。如果遇到尉迟青山将军的话，把他带回来，任务完成之后发出信号，都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快去吧。是。江湖小厮将军进来。元帅有何吩咐？两位将军，今天有个特殊任务要交给你们。我们的军粮被云隐山的山贼所抢夺，你们带领人马赶到云隐山，把我们的军粮给抢回来。你们火速前往，不得有误。是，两位将军，你们的任务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我再强调一下，一是要把军粮夺回来，二也就是最重要的，要把尉迟青山将军给我找回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叫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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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公，梨花，
相公，有一件事情，我还是先跟你说了吧。你说吧。怎么这个时候还有人敲门啊？门外何事？元帅，有人送来一封信函，说要尽快交到元帅手上。什么信这么重要？我去看看。你下去吧。是。薛丁山，我乃白虎关总兵杨帆，吾父杨虎与梨花之父为同朝之臣，十年前其父已将梨花许配于我，大前晚他已来白虎关与我完婚，可婚后未满三天他又弃夫而去，实属水性杨花，望你见到梨花劝其回归夫君身边，刚长廉耻，休得乖乱。杨帆拜托。相公，相公，你先别激动，你能听我解释吗？梨花，我问你，你们小的时候是不是定过亲？我以前听爹提起过，但从来没有正式定亲。这么说，并非无中生有了。那你是不是去过白虎关？是，杨帆绑押了我的义子薛应龙，我是同扭头祖师一起去的，是为了去救他。那扭头祖师呢？我正要问问他。他从白虎关出来以后，不愿意回朱雀关，就云游四方去了。这么巧啊！那么杨帆为何要绑押薛应龙？我刚刚就是想跟你说明此事，可还来不及开口，这送信的人就来了。他有意抓走应龙，说是让我去白虎关一趟。他说如果我去，他就放了应龙，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他就杀了应龙。情急之下，我也没有想太多，就和扭头祖师一起去了。去了之后，我才知道中了他的圈套。他故意搞了个什么假成亲，还故意宣扬是同我成亲。既然他娶的人不是你，为何要这么做？他意在毁我的名节，挑拨我俩之间的关系。他说过，就算他得不到我，也绝不让你得到我。他这样不择手段，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。相公，你想想，我对他从来没有好感，怎么可能突然间嫁给他呢？你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再说，就算你不要我了，我宁可死，也不会嫁给他的。杨帆这招实在狠毒，不光要毁了你的名节，还会毁了我的名声。到时候他肯定四处宣扬，说堂堂大元帅夺他人妻，岂不是叫世人来戳我的脊梁骨吗？别说做元帅了，连做人的脸都没了。相公，既然你话已至此，我无话可说。你放心，我这就走。不过走之前，我要跟你说两句话。第一，我对你至死不渝；第二，我永远都是清白的。梨花，等着抱孙子吧，韩母，是大喜之日，对，来来来，我再敬你一杯，这两个孩子干了，喝点，晚上来，应该是没什么事吧？哎，马上，哎呀，老酒啊，好嘞，好，给你满上，来吃点菜。什么？
真的，他现在就在外面。哎呀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人家说好事多磨，可没见过这么个魔法啊！这叫人怎么受得了啊？大家慢用，我失陪一下。走。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是不知道。这大喜的日子，这是怎么了？嫂子，娘来了。哎呀，孩子，你们俩不是好好的吗？又怎么了？是不是丁山那畜生又欺负你了？你跟娘说说，娘给你做主啊。嗯。哎呀，孩子，别难过了。嫂子，你别难过了啊，你给我说说话吧。啊，嫂子，你说给娘听听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来，我们进屋说吧。金莲，你把仙童找来。哦。来，大嫂。娘，听妹妹这么一说，这件事情完全就是杨帆这个小人为了陷害妹妹，一手精心策划的离间计。娘，他先抓了应龙，然后威胁嫂子，要嫂子去白虎关。一旦嫂子答应了，他就可以大做文章了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坏人使的计。你说那畜生，他怎么就看不出来呢？他还是不信任我，太顾及他的颜面了。完全是那个畜生的错。孩子，又让你受委屈了，等娘去跟他说个清楚，让他给你赔个不是啊。哎呀，看来啊，又是个很大的误会。不过，我觉得这个误会还是很好解决的。放心吧，嫂子。他还是不相信我。上一次的误会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解开。这次的误会，就算将来能解除，那下一次呢？如果他从心里不相信我，将来就算一点小事情，他都会怀疑我。那我永远都逃脱不了这种欲哭无泪的厄运。我只有离开他，才能得到解脱。孩子，你这么说可要伤娘的心了。娘，你放心吧。既然我已经拜过堂，我就永远都是薛家的人，你永远都是我娘。将来我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我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薛家的事情。丁山呐，这明显是杨帆设的圈套，是在挑拨离间，报复梨花，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？这是不是杨帆设的圈套，一时还无法考究。就算这是杨帆的圈套，也已造成严重影响。到时候，丑闻遐布，人伦倒丧，丁山实无立锥之地。哎呀，看来丁山。元帅，这包袱你背的也太重了。俗话说得好，这人怕出名，猪怕壮，弄不好你会为此毁了自己啊。我看你还是把自己当个普通人才是啊。妹妹，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薄面，再原谅他一次吧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还有金莲妹妹，还有娘，你们都对我很好，我心里都很感激你们。可是我去意已决，只能跟你们说声对不起了。嫂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遁入空门，落发为尼，了却终生。哎呦，我们薛家做了什么孽呀？金家这么好的媳妇儿逼入空门，真是作孽。娘，你别伤心了。嫂子，我们知道你是一时间想不开，请你给我们留点余地，一旦落发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嫂子，你们都不用劝我了，我主意已定，绝不回头。
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赶紧起来，有话好说。你这么做，怎么叫妹妹承受得起啊？妹妹，我们一家人对你可说是情真意切，尤其是公公婆婆对你更是疼爱有加。丁山现在被坏人蒙蔽，一时糊涂伤了你的心，可我们一家人都在为你抱不平。情在妹妹，理在妹妹，情真意切，无半点虚假，你难道感受不到吗？这还用说吗？我当然有感受了。姐姐，有话还是起来说吧。既然如此，请妹妹答应姐姐一件事。姐姐，起来再讲。如果妹妹答应，我马上起来；否则，长跪不起。姐姐，请讲。妹妹，我知道你现在很伤心，想出家。我们暂且不拦你，可你答应我，不削发，我求你，姐姐，你就别再劝我了。你们一家人都很好，梨花莫齿不忘，可是我确实看破红尘，万念俱灰，还请你们能够成全我。妹妹，你是个明事理的人，你难道不明白吗？此事错不在我们，更不在公公婆婆。你执意要落发为尼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家人还有公公婆婆他们会怎么样？你让公公婆婆背负了逼媳为尼的恶名，你让他们蒙羞，让他们的颜面何存呢？嫂子，求嫂子答应我们不落发。你们这么做真的叫我无地自容。也罢，我答应你们暂不削发，待发修行。你们快起来吧。
进来。报告元帅，空中发现信号弹。什么颜色？蓝色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终于铲除了一方祸害。怎么都死了？死人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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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豆腐城，你怎么了？撞鬼了？比撞鬼还可怕！好多的血，好多的死人，死人了！山寨的人都被杀光了。谁杀的他们？我怎么知道？没准是天兵。他们坏事做尽了，天兵来惩罚他们了，惩罚他们！啊，苍天啊，苍天开眼了，我终于等到今天了，我终于等到今天了。小四，无名十三已经得手，你和李副将带领大军去搬运粮草，我去寻找尉迟将军。好，李将军在，我们回去吧，带部队上山。是。这孩子，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啊！有何好消息，把义父高兴成这样？山寨上的山匪全死了，一夜之间全被杀光了，一个不剩啊！真的？那当然了，豆腐长亲眼所见，千真万确呀！这会是谁杀的呢？听说是天兵天将啊！天兵天将？莫非是他们来了？他们是谁呀？他们啊，就是天兵天将啊！我说是吗？不是天兵天将，谁能一夜之间杀那么多人呢？对呀，苍天开眼呐！我家的仇终于是报了。义父，朝廷大军派人来了，我得去找他们了。孩子，你若是找到了大军，是不是就要跟他们走了？如果我找到了他们，我会回来和义父辞行的。那你去找他们吧，路上小心呐。我会的。这写的是什么呀？天苍苍，地惶惶，天兵杀了山大王，过路的乡亲看一看，一觉睡到大天亮。好啊，他们死了！太好了，我们有好日子过了。老天爷，苍苍地惶惶啊！太好了，这是谁干的呢？你说？是啊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他们终于死了。太爷心大了，这可以过好日子。是啊，是啊。我听说是天兵天将。哎呀，这真是他是作恶多端。撤！尉迟将军，尉迟将军，江虎，尉迟将军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我也在到处找你们。啊，都谁来了？我们边走边说，小四还在那边等我们。好。撤！江将军，山上的千余名匪兵被无名十三锁在几个大屋里，他们好像吓破了胆，小四将军正在安置他们，他叫我下来向你们汇报一下。很好，那粮草呢？都原封不动的在山里，
正在组织人手搬运。好，我们晚一点去山上和他会合。走。是。此次要破的玄武关与之前所破之关有何不同之处？不知道各位有何破关妙计啊？末将以为此关守将刁应祥虽武功高强，亦不难对付，只是他有个女儿名叫刁月娥，为金刀圣母之徒，此人不但武功高强，而且手中有一个金铃，十分厉害。金铃？这难道金铃也能杀人吗？你可别小看这金铃，我曾听师父说过，这铃就如同达摩的金钟铜铃一样，与人打斗时他将此铃挂于刀柄之上，挥刀之时此铃就会叮叮作响，此响声是金刀圣母用毕生的精力研造出来的。此铃本身对人并没有杀伤力，但其响声锥心刺耳，可将对手的心智搅乱，使其精神分散，招式散乱，即便是高手也不例外，所以此铃被人称为摄魂铃。这么说谁也对付不了了？听说能对付之人必定是内功深厚功力高超之人，看来要破此关必先攻破此铃才行。嗯，要破此铃那就一定得偷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关内虚实，贸然去偷铃这风险太大，还是明天到阵前叫阵探探虚实再说。还有，为了能够和平破关，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让他们破釜沉舟。是。孩儿再次拜别义父，等到评判凯旋之时，孩儿定当回来看望义父。一路保重。义父保重。义父，我走了。孩子，枪，保重。将，将，义父保重。孩子，保重。罗章听令，末将在，上前叫阵，得令。这。玄武关刁总兵可在城上？本将军便是。你是何人？我乃朝廷大军薛丁山元帅麾下前路先锋罗章。刁将军，我朝廷大军入关西凉平叛，一路上遇关克关，逢寨破寨，势如破竹，今天来到玄武关下，不知刁将军将作何打算？我玄武关与别关不同，你们恐怕是攻不破的。哼，真要强攻，就凭你这区区人马怎能抵挡得了？我们只是怕你城中的将士跟百姓遭到无辜之伤亡，何去何从，还请刁将军三思。来见何人？吾乃刁总兵帐下先锋洪礼达师也。罗先锋，让我来收拾这个红毛怪。好。你还没长成人形也能上场打仗吗？一会儿我打得你嗷嗷叫，你才知道我的厉害。红毛怪，我只轻打了你一下，你什么？你等第二下。红毛怪，第二下我又轻打，等到第三下我让你吐血。竟将我们一个堂堂先锋玩弄于股掌之中，这个人了不得呀，朝廷大军竟能有如此一员神将，还能不一路势如破竹啊？此人还心存善意，爹爹看到了吗？他一直对洪礼达手下留情。
唐将休走，我来会会你。兄弟，我来吧。哼，刁将军，请。洪将军今天为何如此狼狈？大小姐，不是本将无能，是那唐将太过了得，如此高手确实少见。不过总有一天，我要报仇雪恨。你如此恨他，我看他似乎对你手下留情了。那怎么会？两军对敌，你死我活，那是他功力没到。也许大小姐看走眼了吧？我想我真是看走眼了。我爹也是。大小姐，你说什么？没有什么。撤！大小姐！撤！大小姐！大小姐！撤！弟弟先入关休息，带女儿来杀子将。玉儿，小心着。我看姑娘乃天姿国色，为何还要与人交战？丧了性命，岂不是可惜了？看是谁人丧命，迟点你必知晓。哼，好。姑娘的精灵果然不同凡响，那你还前来送死？看来你很自信呐、啊。不信你就试试。刁姑娘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这对精灵和达摩祖师那对金钟铜铃有何不一样啊？世上除了他的金钟铜铃，就属我的金灵了。好，我倒是想见识一下。那你可在马上坐稳了。刁姑娘也要抓紧你的精灵啊。撤回城中，再做打算。快开城门！撤！元帅，这回可好了。秦汉，这个就交给你保管吧。是。
你这么哭也不是个办法呀，孩子。目前只有两个办法可行，一个办法就是爹去找你师父解释，向他求个情，求他原谅；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爹。 亲自去求薛元帅，求他把金陵还给你。爹，这两个办法都使不得，要去师父那里，也得我自己去。可你师父重罚你怎么办呢？只能任由师父处置。你师父怎么重罚你呢？这不免又让为父担心。你娘走得早。 只有咱父女俩相依为命，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爹真没法往下再活下去了。爹，你放心，不会有事儿的。求薛元帅一事更是使不得，这样会让人瞧不起的。那就去求你师父。孩子，还是爹陪你一起去吧。不行，爹，你去了反而更不好。 好，爹不去，你打算几时动身呢？明日。诸位想想看，刁应祥下一步会有何举动？为梦中。 花开花落随风去，西江故事千古流芳。夜长梦远情在深，多少怨恨藏心中。 书状。